喂，文强啊，小叔，方先生让你下午一起去天龙会。好的。 朋友要走，我怎么能不来送送？知道给你钱，你也不会要。这个烟盒，留作纪念吧。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 这支笔跟了我很多年了，留个念想吧。就是这支笔，好几次差点要了你的命吧。到了北平，如果有可能的话。 来个信，好，保重。 文强。 冯先生，请。今天请大家来一起坐一坐。竞选在即呀，冯先生呢，希望和王国红先生。 交个朋友，冯先生果然是大家风范，我王国魂求养了。不必客气，竞选台上。
咱们是敌人，竞选台下咱们是朋友，不管谁选上都是为民众做事，从根本上我们是一样的。冯先生，你为做华董在不懈的努力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文先生，你就输了一筹了啊！能够跟冯先生一块竞选，本身就是我的荣幸。冯先生在上海滩的实力，谁都清楚。我不过是刚刚不愁吃喝的小人物。哦，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也不会这么听。小小年纪，生意就做得这么大，很了不起呀！上海滩的洋行有一半是你的吧？您街面上下都熟，还得请您多照应。王先生，不用这么客气了。您有魔力使的支持，那就是最大的砝码了。魔力使在工部局的说话是很有分量哦。哪有，我们只不过是生意上有些往来而已。您太客气了，你用10万大洋赌利物浦足球队赢球，就足以说明了一切。你可是给球市好好的加了一把火呀。鄙人就是好赌好胜的脾气，在上海很少有赌球，就是些跑马场的小赌小闹。好容易有了这次机会，而且又是明知道输赢结果的事情，当然要好好玩一次了。利物浦是一个世界名队，要赢日本这样一个业余球队，还不是绰绰有余？笨蛋也会压利物浦的啊！球场上和生意场上都是一个样子的，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，还没有比赛呢，就定不下输赢，不然还要比赛做什么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两个球队实力悬殊，就像两个人打架，如果明知道打不过，干脆就不打，省得丢面子啊。怕丢面子，狗屁事情都做不成。明知不能而为之的人，是我冯母最欣赏的。王先生就是我最欣赏的人之一。冯先生的意思是，日本侨民队也有机会？我就赌日侨队赢。阿翔，冯先生，我让你买10万块赌日侨队赢，买了吗？买了。好，谢谢冯先生。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下10000块。阿翔，再买10000块，日侨队赢。是。文强，我和大道先生下注日侨队赢，不知道你买不买？既然是冯先生看好的，一定不会错。我下10万。好，我欣赏文强的魄力，年轻人就应该这样。这次赌球，文强是我们的全权代表。看来，我们要提前进行这场比赛了。那就看谁下的赌注对不对。既然冯先生也有兴致一起玩玩，魔力石先生
我们预祝冯先生旗开得胜。王先生，我们的利物浦绝对会让你失望，会让你加倍的赢钱。不知道冯先生和许先生压了多少给日本侨民队，挣钱不容易啊。讲得好，恩家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活该倒霉；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活该倒霉。什么事情？服务员，换床单。进去！你们是谁？换什么床单？你是约翰森先生吧？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利物浦的球，你来裁判吧。对，你们到底是谁？那就对了，穿上衣服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去，我走走。为什么？约翰森先生，你别紧张，到我们那里好好玩两把。再见，先生。既然王先生这么有兴趣，我当然要奉陪到底。我以个人的名义押50000块给日侨队，钱不多，输了就当是给王先生买壶茶喝。好，好，好，赌博就是个乐子，就怕没有对手。现在这个游戏好玩了，我再加50000，凑成27万，利物浦必胜。坐下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要告你们绑架。约翰森先生，您是工部局请来的客人，大裁判，工部局没时间招待您。我们替工部局招待您一下，这位是我的老板，丁立丁先生。我们老板想跟您玩一把。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要和他玩，我要走了。坐下。约翰森先生，你可以走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不出一个星期，你远在家乡的夫人就会接到一封电报。电报的内容是：著名足球裁判约翰森先生葬身上海滩黄浦江。你们是大流氓，你们是威胁，你们是酷河。约翰森先生，我们老板只想跟您玩一把，之后会安全地把您送回去。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，什么目的？我没有赌资，我没有办法陪你们玩。一般你在裁判一场足球比赛，习惯用哪只手吹哨子？我用右手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很好，这是我的赌资，20万。你这只吹哨子的手，我也算它值20，就赌你这只手。我不怕你们。荒谬！放开！100万。文强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刚才王先生啊说了，大家挣钱都不容易，咱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太绝，给他点面子。王先生，算了，您刚才都说了，
只是个游戏而已，没那么认真。就这样吧。你好，我跟你就100万。给你，好，有魄力，有魄力，谢谢。阿江，咱们走。你再来一张。你开牌。不好意思，大你一点。不，我是工部局进来的足球裁判，你们想怎么样？工部局得守规矩。约翰先生，对不起了，认赌服输，你这只手我们要。你们陷害我，就是陷害，怎么样？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们动手啊？我。约翰南先生，咱们无冤无仇，我也很想交你这么一个朋友。我要你这只手对我也没什么用处，但我现在还挺喜欢你这只手呢，想吹哪支足球队赢哪支队就赢，这很好。明天有场足球赛，你是主裁判，利物浦队和日本侨民队，我要日本侨民队赢，清楚吗？王国魂贿赂你10万，我送给你20万，并保证你的安全。阿彪，一会儿送约翰森先生回到驻地。是。明天我抽时间会去看足球赛。放松点吧，明天好好吹。冯先生，慢走啊。留步。文强，没有不舒服吧？要不要派人送你回去啊？不用了，我只是有点累。今天干得好，早点休息。谢谢冯先生。我先走了。阿宝，现在距全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一分钟。后天哪，主裁判竟然判罚利物浦队员禁区内与日侨队员争抢时犯规，判出了点球。哦，太不可思议了，主裁判的这种表现引起了全场观众的一片嘘声。日侨队的7号队员现在站在了罚球点前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日侨队的7号和利物浦队的守门员身上。日侨队的7号队员助跑，起脚射门，球进了。
全场比赛结束，日侨队以1-0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冯先生，日侨队赢了，1-0。丁力这小子，这事儿办得漂亮。莫里士先生，100多万呢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完了，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！完了，这可是100多万！帝国的脸都叫你丢尽了。要不是你和冯景尧，我利物浦怎么会输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！阴谋！我可是为了你才和冯静瑶赌的，现在我倾家荡产了。莫律师先生，你不能不管我。莫律师先生，莫律师先生，莫律师先生，100多万呐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！莫律师先生，你不要跟着我，莫律师，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。莫律师，莫律师啊，莫律师，你这个你，我根本没有什么责任。而且我没有义务还你的赌资，100多万块、啊！你跟着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懂吗？莫律师先生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莫律师先生，莫律师，你不要跟着我！你这个臭流氓，开门呐！莫律师先生，莫律师，莫律师！莫律师，开门！传出消息说，工部局董事会通过了，您现在是华董了。大喜了，我冯家从此以后可以做正经生意了。阿祥啊，这么说我们终于是正道上的人了。终于是正经的生意人了，不容易啊。还有件事，就在刚才，王国魂在工部局门口被枪杀。谁干的？天龙会干的。还用得着我？有一天用不着我了，今天的王国魂就是明天的冯静饶。阿香啊，是您的忧虑是正理，
咱们风风雨雨如履薄冰走到了现在，现在这日本人闹得正凶啊，咱们是不能不防啊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来，为冯先生成功当选华董，干杯！这都能顺利的当选华董啊，大岛先生是出了力的。我们大和民族就是欣赏真正的英雄，祝愿我们的合作天长地久。好，干！冯先生，这两位得力助手果然是人中之龙啊。哎呀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冯先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啊。讲。下周本国有一个重要人物要来上海，我希望冯先生能保证他的安全。大岛先生的能力是有目共睹啊，这个话从何说起啊？冯先生在上海滩是这个，只要您肯答应，任何事情都很容易的啦。这位人物呢，对冯先生也会有很大帮助的。好，他是日本大将军的遗孀，各国政要关系都通，对我们将来的生意有大大的帮助。是个婆娘啊。那这样，文强、丁力去接一下啊。好。那我就替山口小姐谢谢你们了啊。来，只要我们的好好合作，将来把美国人、英国人都赶出上海，这将来上海可都是我们的了。干杯。先生，吃点什么？一份套餐。好的。先生，您慢用。谢谢。
东西，让你走。做梦！金武门300多门徒的血债，就是为了要揭露你们日本人的罪行。还有机会吗？那你试试看。那就试试吧。Come on!
早就听说冯先生手下有两位得力助手，许先生足智多谋，丁先生骁勇善战，今日一见非常荣幸，今后还请多多关照。